你们已经渡过长江了吗？看我周公瑾如何拦住你们的去路！周瑜大人真是了不起！我也请公子一拜。报告，周瑜大人的队伍与曹操军发生了激烈冲突。 就在周瑜在你身旁，不有事，我还是去看看情况吧。送你一程。我霸业，没有不是我的父亲。您的表现真令人眼前一亮。 这令人不智的选择，必须尽快找出对策，弥补兵力差距。我自有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。真不愧是我的父亲，您的表现真令人眼前一亮。哎呀呀呀呀呀！ 您真是大展神威！看，看，看！Oh my God! Can't stop! 送你一程。
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您可否听我一言？感谢您的帮助，我一直因为缺少药物而烦恼。这附近可以找到止血剂的材料，您能否为我采摘一些蒲草？需要香蒲啊。哦，对了，香蒲的生长地。这样就可以治疗受伤的士兵了。要不要这点小事简直易如。 Now I'm gonna do something reckless. Really reckless. 团长。I will capture Yiling. What do you like it or not? 回到了战场的强力旋律。曹操大人的表现简直如同壮美的乐章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才子子，今天此地实属下策，只是说阁下另有打算。
这里之前由太史慈负责守卫，所以一定隐藏着重要的东西，我们快找。喂，找到布阵图了，快点交到曹操大人手中吧。报告，我们在太史慈的阵中发现了这个。哦，这不是周瑜部队的布阵图吗？但是据说周瑜早已撤退，虽然拿到了布阵图，却全无用处啊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光临，今后也请。嗯哼，您多多关照。